2年3班陈博耀，2年4班李哲成，2年5班黄宇辰，2年6班吴佩文，2年7班李友富，2年8班钟怡珍，2年9班翁逸文，2年10班李玉兴，2年11班张晨佑成，2年12班温宜君，2年13班林芷怡，2年14班萧浩明，2年15班谢云杰，2年16班杨诗梅，2年17班杨景成。 3年1班张胜志，3年2班王家玉，3年3班许云臻，3年4班郭文婷，3年5班李俊伟，3年6班郑嘉怡，3年7班陈凯英，3年8班黄伟琪，3年9班杨瑞辰，3年10班康云杰，3年11班谢慧珠，3年12班涂佑瑜，3年13班陈奕宏，3年14班蔡明淑。 3年15班姚彩彤，3年16班陈丰坦，3年17班陈明吴，3年18班胡志祥，3年19班王吉利等36位同学，恭喜上得奖同学。好，我们这个奖项是我们优秀的校友回馈给我们的学校，所以我们邀请我们杨景光校长以及我们黄善昭主任来为我们做颁发。 同学再次热烈掌声，恭喜我们获奖的同学，同时谢谢我们景光校长。